双十一最后一样商品到了，是一个很大的按摩椅。哇，它的外观挺不错的，它有点像一个航空舱一样。然后它的还有一个蓝牙喇叭，配上遥控器，它可以按揉捏正反，然后调速度力道，脚的按摩、腰、头部。哇，挺不错的，给大家看这个音响来的，不错吧？对，提前都打开给各位看看，看看这台究竟有多好按，就像个商务舱一样，就按下去开，它就会开始。它就会慢慢的升高，升高之后，你就可以调，比如说手部的啊，然后手就放在这里面，然后你可以有揉捏啊，比如说你的按一个，它要特别只会往那地方按，然后一次是15分钟，然后来是个小腿，力道很够，然后。脚底的滚轮你做一下，然后来做做看，来看一下，连小腿都有，推拿都有，这三点是我比较个人比较喜欢的，因为打完球，平时周末打完球回来，教完球回来，就腿腰有点累，所以他就服药要求，就像他这里，对吧？这脚帮脚按脚底板跟。小腿都挺好的，然后它腰部这里，它的滚轮呢，它有分推拿的，然后分捏揉捏的，我大概应该是这样转的方式，很舒服，力道也够，可以调力道跟速度，很棒。这不是业配我的，因为根本没有什么，这不是业配，我也不知道太师傅不知道讲什么 ，OK。还有原方音乐，每次15分钟。OK， 给各位看，猜猜看，这一台多少钱？这台在台湾买一台按摩机应该要四万或是5万的话，来这里比看，这里包运费送到家。哦，我今天自己过去抬的，是有点重。送到家，只要我买的时候，我以人民币来讲好了，5000不用，50002万台币嘛，25000，4000不用，3000都不用，给各位看，1998，太便宜，1998，大概才快差不多10000出位，一台按摩机这种商务舱式的，够夸张吗？不过我不知道他们寄不寄台湾，那运费肯定很吓人，他们肯定不会包的。OK， 下一个商品见。